请的就是我。小明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可给你准备好了啊！如果你再不听话，这个东西就给你带上了，知道吗？小明啊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，他如果再不听话，我就给他带上了，兄弟们。啊，让这个小明不听话。坐好了，不许吃。啊，我没数数不能吃啊。看好了啊！不许吃，对，谁都不许吃，听话，看好了。小迷糊。小明啊，说你是不是欠揍了小明啊？啊！坐。我靠！小明竟然一动不动！啊！小明竟然一动不动！小明你怎么不动了呢？小明啊，你怎么不动了呢？小明啊！啊！你咋不会动了呢，小明啊？啊！小明啊，你怎么成鸭子了呢，小明啊？